我觉得有希望哟，咱们这个缓解的非常明显。口干的怎么样？我看看舌头。口干比原来好。好，咱们先说说中药治疗您这干燥综合症这个啊，您看这是您原来的舌头，就是舌根部的特别斑驳。光，什么都没哎，有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看然上去后好多现了。在就是那个就是两边也不疼，也没起东西，最那什么就是说最关键的就是没起东西，就舌尖儿这儿有点疼。口干这个有缓解，吃肉原来疼，现在不对疼了。对啊，对，有缓解。食欲呢？我食欲好像还行，我觉得就这岁数了，这一开始您说不行，食欲的。就是能吃，吃完了不消化。睡眠呢？睡眠还可以吧，我觉着。吃了这方子大便没有拉肚子什么的没哈？有，好。一般的一天2次还挺好。好的，所以我一看您之前从那个外院拿过来的中药方，全部都是活血化瘀啊，什么益气呀，光这方面，还有燥热的比较多，基本上都是跟您刚才是对应我上这滴了。血嘛，对，主要是他想解决您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存在，我觉得有希望哟，咱们这个对，缓我也解觉的得非是，常明显。行，行，谢谢啊，哎，您一会儿过来检查啊。好。